2016年，云南几十名年轻人打砸 KTV 后逃窜，没想到却收到当地头号黑势力大佬发出的江湖通缉令，主动认错者从宽处理，不然抓回来断手断脚。你们家人也别想好过，逼的这些年轻人只能自首寻求警方保护。但这伙黑恶势力却丝毫不怕，还屡次挑衅警方。那么他们凭什么敢如此猖狂？这背后是否有人在推波助澜呢？事情发生在2016年12月28日凌晨1时许，当时云南楚雄南华县的一家 KTV 里传来了剧烈的响声，在寂静的夜晚里显得格外明显。当警方接到报警赶到现场时，眼前的一幕着实让他们感到震惊。这是一家名叫新歌会的 KTV， 规模还不算小，在当地也比较有名。但此时这里的接待大厅却一片狼藉，大门已经倒在地上，地面到处散落着玻璃碎片，舞台上被砸出大大小小的坑洼，连台面上的电脑也被砸得稀巴烂。一旁还站在一名穿着西装的男人，正焦急地等待警察的到来，他的身上沾着不少鲜血，显然是受了伤。看到警察来的那一瞬间，他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，也不顾自己伤得如何，赶紧拉着警察哭诉。据大堂经理说，这天晚上本来 KTV 是正常营业的，结果1点多左右，有20-30个小伙子突然大摇大摆地闯了进来，他们的衣着打扮也十分吊儿郎当，一看就是街上的小混混。不仅如此，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武器，一股生人勿近的气息。之后这些人直接走上前来，用棍棒指着前台问道，把阿苏叫出来，我们只找他，不找你的麻烦。大堂经理被这一出弄得莫名其妙，单看对方不好招惹，也不敢说些什么，直到阿苏今天不值班没来。领头的一听这话顿时气得不行，他们二话不说直接指挥手下小弟到各个包厢里查看情况。没过一会儿，小弟回来报告说没找到阿苏，这让领头的气不打一处来。也不知道是谁砸了第一下，紧接着20多人在一瞬间就爆发了，拿起手中的棍棒把大厅砸得稀烂，就连大堂经理想要劝阻也被打了一顿。这伙人足足砸了有几十分钟，这才善罢甘休，扬长而去。在他们走后，躲在角落的前台服务员迅速报警。而在调取了大堂监控后，警方初步判断这应该是一起普通的寻衅滋事案件，并锁定犯罪嫌疑人黄某与李某。然而奇怪的是，就在警方调查的过程中，他们意外地发现竟然还有一批人同时也在打听阿苏和这伙人的下落。这可真是怪事一桩，居然还有人抢警察的活。难不成这个阿苏是什么重要人物？还是说这伙小混混有什么特殊身份？最重要的是，这批人究竟是谁？他们为什么也要找到阿苏和黄某、李某呢？2016年，云南楚雄南华县几十名年轻人一怒之下打砸了一家 KTV， 不料 KTV 背后有靠山，逼得他们只能自首寻求警方保护。那这些年轻人为什么要打砸 KTV 呢？这家 KTV 背后的靠山又是谁？其实警方对这批隐藏在黑暗里的人也很是好奇，他们到底是敌是友？不仅如此，警方更对阿苏和黄李的身份及关系也很感兴趣，居然能引起这么多人明里暗里的调查。而想要调查清楚阿苏等人的身份并不难，警方通过大量的走访摸排，基本确定了3人的身份，但事实却大大出乎人们所料。据悉，阿苏只是 KTV 里的一个小员工，他整日里游手好闲，就喜欢和外面的小混混打闹一团。而黄某和李某正是阿苏所招惹的一伙人。本来几人因为债务原因在不远处的公园里约架，准备一战泯恩仇，谁知当黄某、李某带着小弟过去时，却迟迟等不到阿苏来。他们以为阿苏是因为害怕而临阵脱逃了，所以才找上 KTV。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这家 KTV 可不简单，在他背后有一个巨大的黑恶势力罩着他们，这也是为什么阿苏敢和他们约架的原因。就在事发后，黄某等人的举动迅速传到了黑势力老大陈某的耳朵里，他当即大怒，发誓要把这伙混混教训一顿。随后陈某派人多方寻找黄某等人的踪迹，这也和警方的调查方向正好撞在了一起。当警方发现暗中的这伙人居然是一群黑恶势力时，他们都有些感到震惊。这都21世纪了，扫黑除恶也都过去了多年，居然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出现了这样的团伙。然而更让他们惊讶的还在后面。为了尽快找到黄某等人的踪迹，陈某甚至公开在网络上发了一则通缉令，主动认错者从宽处理，不然抓回来断手断脚。这可不是危言耸听，据本地人介绍，陈某这一伙人在当地早就声名远扬，基本上只要家里是开商铺的，都或多或少被他们威胁过交保护费。
曾经有人不愿意交钱，企图报警，但都被陈某用雷霆手段压了下来，此事最终也就不了了之。自此以后，也没人敢再和陈某作对，大家都默认了保护费这件事。而另一边，在以黄某为首的小混混里，虽然有些人偷偷逃到了外地，但最终在江湖通缉令下，其中九人被陈某非法拘禁，由陈某手下朱某、李某等13人轮流看管。不仅如此，在陈某的示意下，徐某等人还遭受了不轻的折磨，包括殴打、罚跪。虽然不会危及生命，但对这些小混混所造成的身体和心理上的伤害实在是不容小觑。而这些手段还只是对待愿意主动投降的人，那些跑到外地的人更是被他们吓得一天到晚都心惊胆战。其中小肖当时很幸运地逃了出去，据他透露，当时他逃跑的场景十分混乱，他这辈子都不会忘记。他们简直就像疯子一样，手里拿着棍棒，甚至还有砍刀，只要看见我们，二话不说就往身上砍。我哥的车子就被砍出了一道大痕，我真不敢想，这如果砍在了人身上，估计不死也只剩半条命了。这样的场面，即便是警察也不禁感到后背直冒冷汗。对于这一社会毒瘤，到底该如何做才能将其一网打尽呢？南华警方为此开启了一场斗智斗勇的战斗。小混混遇上真正的黑恶势力，拉来警方当帮手，那到底谁更胜一筹呢？本次案件被警方高度重视，并将其命名为1228涉黑案件。在深入调查之后，警方发现想要将其一网打尽实在是有些困难，主要还是因为这些涉案人员的成分比较复杂。虽然这个涉黑团伙倒也没有什么很强的背景，但关键在于他们的成员都是些老油条了，大多数都是刑事解教人员，有的甚至都跟当地的警察打过好几次照面，成了熟面孔。也正是这些人懂得怎么去钻法律的漏洞，才能在当地作恶多端。警方对于这些老油条也着实苦恼不已，但既然决定要把他们连根拔起，就绝不会留下一点痕迹。就这样，一场历时一年多的斗智斗勇的较量拉开了帷幕。据警方暗中侦查发现，该黑恶势力有着严格的组织架构，以陈某为首，人员等级依次往下排列，大概有四五种级别。不同级别的成员所分配的任务也不同，接触到的情报信息也不同。所以只有在完全掌握了他们的犯罪事实后，才能有十足的把握将其一举拿下。而为了收集证据，南华县公安局联合其他五地专门成立专案组，走访各地，尽最大可能找到受害人，录下他们的口供。不过为了防止打草惊蛇，办案民警只能采取暗访方式进行，而且有些受害人害怕被再次报复，竟不愿透露一点消息，这让案件一时之间陷入到了僵局。所幸该涉案团伙早就被当地百姓痛恨不已，仍然有许多老百姓愿意站出来揭发他们的罪行。这样一来，警民联手齐上阵，在经过了一年多的艰苦奋战后，警方摸清了该团伙的成员组成及其身份，成功抓获以陈某为首的共27名犯罪嫌疑人，破获案件33起。在确凿的证据面前，陈某的等人供认不讳。最终陈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，其余人依据其犯罪行为的轻重各被判处有期徒刑1至7年不等。此案的结束成功打掉了一直悬立在百姓心中的大毒瘤，正所谓重拳之下一个不留，新时代下绝不允许任何危害百姓的恶势力出现。